那时候，耶稣向门徒说，在落恶的日子里怎样，在人子的日子里也要怎样。那时，人们吃喝婚嫁，直到落恶进入方舟的那天。洪水来了，消灭了所有的人。就如在罗特的日子里，人们吃喝买卖，耕种建造，但在罗特离开索多玛的那一天，火及硫磺自天降下，消灭了所有的人。在人子显现的日子里，也要这样。在那一日，那在屋顶上的，不要下来拿取在屋里的器具，那在田里的，也同样不要回家。你们要记得罗特的妻子，不论谁，若想保存自己的性命，必要丧失性命。凡丧失性命的，必要保存性命。我告诉你们，在这一夜，两个人同在一张床上，一个被接去，而一个被遗弃。两个女人一起推磨，一个被接去，而一个被遗弃。门徒问耶稣说，主，在哪里发生呢？耶稣回答说，哪里有尸体，老鹰就聚集在哪里。